汽车学校66，大大的大水花。水花溅了出来，耶！冰冰开心地欢呼。大大又开过水面，哗啦！再来一次，大大。皮皮说。这时琳达老师来了，大大，他说，马上停下来。大大皱起了眉头，对不起，他说。就在沙滩上玩吧，琳达老师说，汽车不能进水里。琳达老师开走了，大大等了一会儿。琳达老师走了，他说。嗡嗡，大大又快速地开过水面，大家都笑了。水的感觉很棒，冰冰说。我要进去。不，冰冰，迪迪说。没事的，冰冰说。冰冰开进了水里，它越进越深。冰冰大声地叫他的朋友们，快来呀，他说。